女人不管多大岁数，要想活出最佳状态，一定要有这几个好习惯。一，别熬夜，睡得早一些。你今天熬过的夜，都是未来日子提前透支。钱花光了可以再赚，职场失意了可以东山再起，但是如果身体垮了，一切都只是空谈。早睡早起才是女人最好的养生之道。第二，别太懒，运动多一点。我们常说，十八岁之前的容貌由父母决定，十八岁后的美由自己负责。女人无论什么年龄都该明白，所有自己想要的样子都得靠自己来雕刻。要想青春常驻，少不了对自己的投资与保养，其中运动便是性价比最高的保养方式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，并把它坚持下去，相信你流的每一滴汗都是健康的积累。三，别多想，心放宽一些。常言道，这世上最不开心的莫过于那些想得太多的人。生活中有些女人总是用过分的想象力脑补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，折腾得自己身心疲惫。要知道，心有千千结，人生就处处是纠结；心中无挂碍，人生就时时有自在。四，别透支，钱要存一些。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靠山，也没有人会永远是谁的避风港，唯有口袋里有钱，才能让你遇事心不慌。存钱也许会降低当下的生活质量，但它所带来的是未来的高质量生活。学会存钱，把安全感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。